也无阿友吼。无，余辉。阿友这久无出现呐。山顶仔，阮今日要早顿来食。你要阿弟食啊？系啊，咱们食两，食三碗啊。有好食，啊！你要阿弟食，表示好；你要阿弟食，表示好食啊。当然啦，啊！我那上次讲卖走，讲袂见谁来买咯。啊，就剩遐尔吧。你总共八只，你千五除以八，看一个。靠呀，山顶仔贵哦。你知啊，一公斤六百。那你卖袂好啊，收起来。哈哈哈！哈。那我讲完。讲完我还不知道。两百。那个一口屋怎么卖啊？等一下拿出来卖。一定怎样？看一下。小药有哈喽。没有真空包装的会计，没有。黄芪早，爱青早。哦，等一下会很热哦。好，我在你。等一下，我就照一下桌面，看今天有什么哈、哦。哇，我大很大字嘞，我等一下用那个谁啦？妖媚，妖媚的语气来直来播。小到几点哦？我不知道哎，我不知道他会卖到几点呢？通常他会希望在九点前结束，但是我觉得应该很难，因为东西太多了。我这样看后面的东西，大概是。比龙网的箱子再多个二十，嗯，对，龟之达